这种结果当初也不是没想过，都经历了，可能这就是渣儿的命吧。我自己的命自己扛，不连累别人。哪吒就是魔丸，这是魔丸转世的妖孽，我用乾坤圈才压制住他的魔性。我施了天劫咒。 天雷下，冲了！爹，娘，谢谢你们。老祖宗，太谦虚了，你不管他是谁是吗？他都是个死，他想把陈塘关活埋了。 命运不公。